老师，你等我一下，我们一起上课吧。你怎么了吗？对不起哦，我要去一下厕所。你换衣服了，你不觉得很热吗？我觉得还好。又流汗了，我要再去一下厕所。我真不懂为什么台湾那么热，我带的衣服不过多，怎么办？热归热，但是你不必一直换衣服吧？看，前面有，前面有，气法就来了。啊，人间天堂，杀了我也不要再出去了。